除大将还会啥？你呢？来，你除了不会大将还会啥呀？大家好，我是铁骨铮铮王静泽，一个走路带风有八仙小弟的男人。进村参加变形计，装逼还是要继续，先把导演吓懵。行没行啊？两个逼啊！滚！可我的装逼之旅却在炒饭这里遭遇滑铁卢，留下这样的命案。我王哥就饿死了，死外面从跳下，喂吃你们一点东西，喂吃你们一点东西。那真香！哎呀，来一口，老弟。可那是炒饭，哎，谁能拒绝一碗香喷喷的炒饭呢？而同期的伙伴也总喜欢跟我玩心眼。我打你也打你，你先说。哇，你什么写个什么你专用？豆豆玩，我也跟他说一样，一起玩。豆豆玩，替我的吧。过了，你玩心眼吗？哪天跟我玩心眼吗？哎呦，跟你玩心眼吗？哪天跟我玩心眼不？来，你再跟我玩。来，你玩上船，我跟你玩够。会打架还会啥？来，你除了不会打架还会啥呀？我这么生气的原因当然是，第一天我来的时候，你分床是不是你？你说要睡高床的，去你妈！去高床的，去！我以后不会，以后也不会拿你当兄弟。以后也不会拿你当兄弟。对，扣我。这顶多也是当兄弟，好热闹。虽然这么生气，可看到好风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欣赏。我要看看你的号，我的 Rose 来了。这个。也不会拉你当兄弟。可能是年轻时太过嚣张，现实才会把我送去21天受难。我跟张宇进行博弈，明明时间已经到了，局势大优的他不肯放弃。别呀、啊，这都玩到这份上了。就像我训练，练了很久，练了5年，我要参加比赛了。打到一半，告诉我要停止比赛了。任何比赛，任何东西，讲究赛制的。我是个运动员，我没有在打比赛打到任何一半的时候结束的。可轮到我时，他却不是我弃权了，我没听懂规则，因为我再怎么玩都输了。他只要打三个，一二三，分三个我就输了。游戏是那么的吗？其实运动员的精神是放弃比赛吗？可以放弃，我弃权了。同一切我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这要是当年，我肯定让你连炒饭都吃不上。